好，跟委员会报告，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905年6月28日星期二下午12:10至25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曼丽等16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五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9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43案，全部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质询，增列同意权行使事项，依民进党党团段委员宜康提议通过。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因民进党党团游委员美女提议通过，其中所得税法、关税法因审查报告尚未送至议事处，已予删除，共计27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7案。二、一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3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一职权行使法65条第2项规定者10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复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的会议记录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那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哦。在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20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905年7月8日星期五12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9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蒋万安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至四：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发展观光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保障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五至一三：委员苏志芬等拟具森林法、水土保持法、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保育法均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饮用水管理条例、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资源回收再利用法、噪音管制法、空气污染防治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四，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拟具原住民族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一五，国民党党团拟具财团法人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六至一七，委员杨振武等拟具中华民国与日本订定协定监督条例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八至二零，行政院函请审议商标法二案，均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一至五七，行政院函请撤回前送请审议之助残人员法、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考绩条例、长期照顾保险法草案。劳动基准法、保险法、烟酒管理法、烟害防治法、农业发展条例、森林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石油管理法、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国家赔偿法、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自愿士兵服役条例、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药事法、医疗法、财团法人法草案、调度司法警察条例、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财团法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院设置条例草案、核子损害赔偿法、科学公园区设置条管理条例、电信法、电子通讯传播法草案、电信基础设施与资源管理法草案、电视事业法草案、有线多频道平台服务管理条例草案、无线广播电视事业与频道服务提供事业管理条例草案、大学法、学位授予法、观光赌场管理条例草案、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档案法、广播电视垄断与多元维护法草案，拟同意撤回。五八至一四五，财政部、内政部、国家安全局、外交部、经济部、交通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劳动部、考试院文化部、教育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司法院、卫生福利部、科技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平交易委员会、行政院法务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一四六至一四九，客家委员会、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交通部、国立故宫博物院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五零至一八三，经济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决算
决算书案与审议期限、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未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等提报院会请查招案。184-188，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招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黄国书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二、委员何新存等拟具非核家园推动法草案交教育及文化经济两委员会审查；三至四、委员陈赖树美等拟具诉愿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社区大学创新发展条例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五、民进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六、委员顾立雄等拟具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七、委员萧美琴等拟具有机农粮产业促进条例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八至一零、委员何新纯等拟具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入出国籍移民法、国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一、委员蔡培慧等拟具国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二至一三、委员陈颖等拟具老人福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族群平等尊重法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四至一五、委员杨耀等拟具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施行法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档案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六、委员顾立雄等拟具公民参与宪法改革程序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七、委员陈曼丽等拟具废弃物清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八、委员刘世芳等拟具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一九、委员黄秀芳等拟具烟酒管理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二零、委员江永昌等拟具银行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二一、委员钟嘉宾等拟具司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二、委员吴思瑶等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二三、委员江乃馨等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二四、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援助民主历史正义与权力恢复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因为没有委员登记发言，那我们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执行事项就确定。现在要宣读议程草案，这个讨论事项。那么请委员这个如果要发言到主席台前来发言，那么宣读结束前，我宣读结束我们就截止登记。好，我们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修正案；二、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三、远洋渔业条例修草案；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修正案；渔业法修正案；四、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案；五、自恐防治法草案；六、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七、所得税法修正案；八、军事教育条例修正案；九、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修正案；十、通讯传播基本法修正案；十一、卫星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十二、发展观光条例修正案；十三、停车场法修正案；十四、铁路法部修正案；十五、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修正案；十六、农会法修正案；十七、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修正案；十八、期货交易法修正案；十九、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二十、就业服务法修正案；二一、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二二、劳动基准法修正案；二三、卫生福利部函未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二四、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二五、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二六、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行政院原能会审查台电所提核二厂二号机组发电机爆裂烧毁事件专案报告应随时上网公开，于同意台电公司重启运转前应向本院提出专案报告请公决案；二七、亲民党党团建请决议为保障弱势学生受教权益，要求教育部立即退回105年学年度14所大专院校学杂费调涨申请案请公决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28，国民党党团建请将吴坤玉委员送交纪律委员会议处，是否有当请公决案？议事处增列29至33，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共5案，34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35记账事法修正案，36保险法修正案，37所得税法修正案，38关税法修正案，39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40劳动基准法修正案，41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42财团法人荣民荣券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案，宣读完毕。好，现在总共有7位委员登记发言，那我们每一位发言时间2分钟，我们现在先请登记第一位钟孔照委员。好，主席，针对20次会议的一个讨论事项，建请我们依序列入本院的经济委员会的报告编案审查，包括远洋渔业条例的草案、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包括渔业部分的修正的一个草案，等45万，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以上。好，我们这个提案的内容。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远洋渔业条例草案，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及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二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三案，组织犯罪条例第7条修正案。第四案，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第五案，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案。第六案，资恐防治法草案。第七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八案，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九案，所得税法第17条至4条文修正案。第十案，关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十一案，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十二案，军事教育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十三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十四案，集会游行法修正案。第十五案，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22条之1、第22条条文修正案。第十六案，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1条及第1条之1条文修正案。第十七案，通讯传播基本法第1条修正案。第十八案，卫星广播电视法第64条修正案。第十九案，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修正案。第二十案，就业服务法第52条条文修正案。第二十一案，停车场法第32条、第40条之1修正案。第二十二案，铁路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二十三案，陆海空军欣赏条例第6条修正案。第二十四案，农会法第25条之1条文修正案。第二十五案，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第8条、第11条条文修正案。第二十六案，期货交易法107条、112条修正案。第二十七案，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4条修正案。第二十八案，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二十九案，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三十案，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案。第三十一案，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三十二案至第36案分别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条文修正案、第69条条文修正案、第29条之2及第63条条文修正案、第37条及第93条条文修正案部分条文修正案共5案。第三十七案，运动彩券发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三十八案，记账事法第4条修正案。第三十九案，保险法第146条之5及168条文修正案。第四十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第四十一案，劳动基准法第14条修正案。第四十二案，劳工退休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
第四十三案，财团法人荣民荣券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案。第四十四案，工会法第26条修正案。第四十五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原能会审查台电所提核二厂二号机2016年5月16日定期大修作业后，初次并联发生主发电机爆裂烧毁事件之噪音调查及后续处理专案报告，应随时上网公开。在原能会同意台湾电力公司重启核二厂二号机运转前，应向本院提出专案报告，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二位徐永明委员发言。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这次讨论事项，建请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废止案，增列为院会讨论事项第一案。那已经过了协商期，也开过政党协商，那没有结论，我想符合我们这个规定，希望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谢谢。好，谢谢。那宣读。好，我们接下来等请登记第三位曾明忠委员。主席、国会委员，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议7月1号国军金将舰误射熊山飞弹，误伤国籍遗传，造成一死三伤之重大惨案，国际主流媒体 CNN 跟BBC 定调为台湾致命的失误。然而案发第时间，蔡英文总统未立即启动国安机制，召开国安会议，放任国内相关高层如副总统陈建仁参加剪彩活动，国防部长会见不重要会见宾客，国安机制荡然无存，却企图将所有责任推给国军基层的相关官员。全国最高行政首长行政院林权院长至今不愿公开向国人清楚说明事发的原委及后续的具体作为。国防部长近日熊山飞弹误射事件的处理进退失据，重创国军形象，却不愿主动负起相关政治责任。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未能及时与对岸沟通，任由事态扩大，凸显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横向连续已经失序，已经造成系统性的失能的严重状态。为厘清本案及确认相关政治人员的政务人员的政治责任，原邀请行政院长、陆委会主委、国防部长、交通部长、外交部长、海巡署署长、华部长等相关部委所长，在7月8号本周五尽速到立法院院会报告相关事件，建议本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你那个提案要送到主席台，好，谢谢。我们第四位，请江启臣委员。好，谢谢主席啊。我想本席在这边针对刚才国民党的提案呢、做下列的补充说明啊。过去立法院其实针对一些特殊的事件啊，都有请行政院的院长来做专案的报告啊。过去江宜桦院长的时候，曾经针对核四案还有12年国教等等啊，都来立法院啊做补充的这些专案报告啊。那今天国民党团所提出来的这一个要求，主要是厘清这一次整个熊峰山型飞弹误射事件后续的处理，还有整个真相的调查等等啊，来对立法院做说明啊。因为整个事件从发生的一开始，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行政院院长有做任何的表态跟说明，甚至我们也搞不清楚他在那个时间点到底是在哪里做了哪一些危机的处理，还有国安机制是否启动，还是说国安会议有没有召开等等的，在目前整个对外的说明当中
大家都是搞不清楚的，甚至飞弹误射这中间的时间差，我们看到了调查的报告有差几秒钟，有差几分钟，到底是几分几秒误射出去，完全现在外界一头雾水啊，搞得国际媒体啊，甚至现在把蔡英文总统说他是麻烦的制造者啊，这个其实对国家的形象来讲是影响之巨大哦。彭博社甚至都报道说，这个台湾引用不正当的战争模式在飞弹的误射试验上面，我觉得这个在外交处理上面，在国安处理上面，其实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行政院院长率相关部会的首长到立法院来，这个礼拜五来做一个专案的报告，我们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也是外界期待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次的提出来这样的提案，希望我们各委员可以支持，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李彦秀委员。谢谢主席哦。熊山飞弹到底是误射还是挑衅，包括时间差等等哦。这整件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天的时间了哦。这只是凸显出整件事情从国防部到整个国安会是对内沟通完全失灵，对外包括在两岸之间军事的互信机制到底有没有办法启动，包括刚才 前面几位委员所讲的，包括整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我觉得还有诸多的疑点，到底这整件事情还有多少的阴谋论诡计在里头，我认为这整件事情应该成立一个跨党派的真相调查委员会，让国人来厘清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的单一的事情来看，它可能造成后续更大的效应在两岸完全没有一个沟通的机制之下，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有必要尽速的召开一个专案报告来厘清清楚，再多的网络上再多的言论，我认为会造成新政府未来的威信，会有让国人有更大的疑惑，也因此我们今天有这个专案报告的提案，我们也希望尽速的安排一个专案报告，避免更多的谣言跟阴谋论在网络上在民间在不断的传，以上。好，谢谢。那我们好，接下来请王玉明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这个熊山飞弹误射事件，这个是台湾国防史上前所未见的一个重大的国安事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绝对不是我们看到蔡英文政府现在的处理方式，国人就可以安心的。这起事件造成我们的船长无辜的身亡，这起事件挑起了两岸最敏感的神经，这起事件更是造成区域的紧张，让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国防能力跟台湾的国家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面对这么重大的国安事件，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时间国内的我们的国安会并没有召开国安会议。从昨天国防部长跟陆委会副主委的回答，我们发现会议开都没有开。第一时间蔡英文总统人在海外，他在洛杉矶时间下午5:25就知道这样的讯息，距离乔宴也还有很久的时间，高达4.5小时的空窗期，我们的国安系统失灵。另外一个，这一起事件涉及到的绝对不只是国防部，还涉及到海巡署，还涉及到陆委会，还涉及到外交部。今天不是单一的委员会排专案报告就可以厘清事实的真相，必须是由林权院长到立法院来做一个完整详细的专案报告，才有助于事实的厘清。如果林权院长不希望民众在这一种多重的资讯当中无法发现真相的话，
那他就应该要负责任的来到立法院，来到全国最高的民意殿堂，向所有的立法委员报告，而且接受所有委员的质询。这一起事件非同小可，这个也是中华民国史上前所未见发生的非常严重的国安事件，大家不可以小看这样的一个事件。不仅林权政府要跟国人交代，我们也要跟国际社会交代。所以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提出来的这一项讨论事项，把它列为第一案的讨论，事情有它的重要性，更有它的急迫性。希望朝野立委站在我们严格监督政府的立场，应该要共同支持这一项讨论提案，要求林权院长这个礼拜五来到立法院，为这一起飞弹误射事件做出最详细、最完整的报告。希望各位委员大家必须共同支持，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吴玉琴委员，吴玉琴委员不发言了，那我们就来处理啊。那么先提案先处理，我们先处理钟委员孔照的提案。请问钟委员孔照的提案，各位有没有异议？有没有异议？有异议，所以。那我们就协商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休息三分钟协商一下。
好，跟委员会报告。哎，请。好，跟委员会报告这个协商的结论啦、啊。我们修正民进党党团的提案啊，就是把徐委员这个国民党党团的这个提案呢、啊，放到第十一案。好，也就是说第十案是关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一案是专案报告，然后第十二案是徐永明委员跟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就是这个红十字会法的这个废止案。然后呢，其后啊，就是从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么依序往后递延哈。那么另外呢，要跟大家宣布，就是时代党对不起，国民党党团的提案里面本来有压了，应于七月八日本周五这个七月八日本周五这个划掉删除，就是相关部会首长尽速至立法院院会报告熊山飞弹误射事件检讨及后续处理之作为。好，这个我这样子的这个宣布，各位都听得够清楚啊。请问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之后通过哦。好，我们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四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属应提诉讼者共三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者共十案。宣读完毕。好，人民请愿，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无临时提案？没有临时提案，我们散会，谢谢。